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，哪些平民植物能够打败200只猥琐的死神僵尸呢？测试正式开始，卷心菜投手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卷心菜投手挑战失败，豌豆射手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豌豆射手挑战失败，回旋镖射手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回旋镖射手挑战失败，火葫芦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火葫芦挑战成功，激光豆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激光豆挑战成功，大喷菇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大喷菇挑战成功，闪电芦苇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闪电芦苇挑战失败，鳄梨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鳄梨挑战成功，宝林泡泡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宝林泡泡挑战成功，花生射手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花生射手挑战失败，蒲公英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蒲公英挑战失败，机枪石榴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机枪石榴挑战失败，强酸柠檬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强酸柠檬挑战失败，旋风橡果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旋风橡果挑战成功，芦笋战机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芦笋战机挑战成功，棉小雪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棉小雪挑战失败，岩浆番石榴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岩浆番石榴挑战成功，红针花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红针花挑战成功，猫尾草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猫尾草挑战失败，电能豌豆挑战200只死神僵尸。
电能豌豆挑战成功。